猫小帅，安全对对对，安全对对对，集合，安全问题我来帮你，开动脑筋，点亮爱心，战胜困难，超级勇敢，我会努力的。下雨了，小心。啊，多美的雨天啊！小狼，萌萌，嘿嘿嘿有人需要帮助，小狼，你怎么了？我摔倒了。下雨天路面湿滑，容易摔倒，不可以乱跑呀。哼，都怪那辆车吓我一跳。别生气，可能是雨水模糊了车窗，司机看不清路上的行人。而且，即使有突发状况，在湿滑的路面上刹车也很困难，车子会滑行的比平时更远。哎，小心小心！哎呦！所以下雨天一定要跟车辆保持距离，走在道路内侧，也不能奔跑打闹，这样很容易摔倒甚至受伤呢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也知道了。淋雨很容易着凉感冒呢，雨天出门记得要带雨伞或者穿雨衣，撑伞时一定要把伞举高，不能挡住视线，会撞到别人，也会因为没有及时避让车辆而发生危险呢。还有雨天天色比较暗，最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，使用颜色鲜艳的雨伞，这样司机更容易看见行人，可以及时减速停车哦。哦，我拿了黑色的伞，还挡住了视线，走在道路外侧，离车辆太近。哎，全做错了。哎，不是哦，你有一件事做对了。嗯？是什么？呵呵，你穿了雨鞋呀。沙滩鞋、凉鞋或者拖鞋都很容易滑倒，下雨天应该穿雨鞋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司机朋友们也要记得，在遇到恶劣天气时，一定要缓慢驾驶，注意行人，以免造成伤害哦。不要走开哟。